开始讲。好，像这个是全 3D 列印的，除了里面这边用的是那个市售的生存游戏用的榴弹，那它就是装 BB 弹进去之后灌瓦斯，它会把 BB 弹喷出去。但是这个发射器是客制的，根据使用者的需求去做出客制化的那个 3D 列印的外观跟功能。除此之外的话，我们这边也有其他，像是从市面上市售的玩具枪，然后去根据需求改的客制化外观和功能。啊，像这个也是全原创全 3D 列印的火箭筒榴弹发射器，榴弹发射器，然后传统的飞机高炮。旁边的话是利用 AR 技术结合那个侦测啊，然后荧幕投影做了一个 AR， 对，主要就是 AR 横向技术。哎，弓箭呢？弓箭呢？弓箭的部分的话是利用那个稳定箭矢的功能，让它在飞的过程中可以自动调整轨道的技术。真的假的？目前还在验证阶段，开发阶段。